是那种软软的那种短绒的外套，没错，所以你穿起来的话它是有保暖度，但是穿起来是那种软的，很舒服。这件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把这个领片拆下来，对，就是你想要简单的配搭的时候你就把领片拆下来，对，像这样子。那你如果想要比较有造型感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它加上去，它就有那种层次感。我再给大家看一下，鹏鹏165公分，我159公分，小个子一定要参考这样子，你要这样搭才会看起来很瘦很瘦。